请收看《维新世界2013世界和平两岸高层论坛》。各位贵宾、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们第一场次的主论时间提早十分钟开始，因为我们原定的午餐时间延后了十分钟，现在特别把它找回来，让大家吃完便餐以后有一点时间可以到前堂前厅去这个参访。我们第一场次的主任有四位主任人，一位回应人。第一位是黄春之教授，他特别从鬼谷文化的追根溯源谈世界和平。第二位是我们黄会长，黄立忠会长，他从战国的风影来谈未来的世界，他的立意应该很好，就是在过去的纷纷扰扰怎么样的能够结束而来谈未来的世界和平。另外一位是我们延伸法师呢，也是林松校长，他在我们维新中呢负责儿童学艺经，儿童学艺经中心的主任。昨天我在这个地方有一群我们这里的儿童学艺经的表演，有几十个小朋友朗朗上口表演，似乎听了看了也非常感动，特别录制了一个专辑。我们林松校长呢在台湾就是负责推动推广儿童学艺经，他从鬼谷文化的普传与世界和平来谈，又是从儿童学艺经来谈起。因为特别商请中国人民大学彭刚教授，他谈的是和平与经济发展。非常谢谢彭教授，当我打电话两次没有联络上他，结果他回电给我，原来他人在美国参加他的爱你的毕业典礼，没有二话，只有一句话，就是好。就这样子他应允了来跟我们发表这篇很有意义的论文。我们现在请第一位黄教授开始主论，谢谢。敬爱的混元师父、杨院长、各位主论人、各位贵宾、各位学界先进、各位善信大德、各位贤士同修，大家好。没关系，我今天要主论的主题是鬼谷文化的追根溯源
与世界和平发展。首先抛出一个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思考的议题，那就是世界和平之道在文化。论及世界和平，根据和平学的研究，有消极负面的和平和积极正面的和平。其中消极负面的和平，它是指直接的冲突、攻击与暴力的消除，但它不是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和平，它具有诊断和预防的功能，是属积极正向的，没有冲突、没有攻击和暴力的和平。研究发现，愈有效预防冲突、攻击与暴力，达永久真和平，则必须消除由结构性暴力中剥离而出的文化暴力，并建立文化体系当中蕴藏的 正面的价值观，比如公平正义的伸张，比如人文精神的弘扬。人文精神它有两大特性，一，强调人性是善的；二，强调人性的成长关键在关系中，包括人与己、人与人、人与团体、人与情境等关系系统，并由此关系系统延伸产生伦理道德，成为人类行为的指导准则。其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天下太平，它是鬼谷文化核心概念之一。因此世界欲和平，人文精神教育要加强。研究发现，人文精神教育它是世界和平的前置教育，是个人伦理、社会伦理和世界伦理的重建教育。其目的在使人类在世界中思考自己，在使人类朝圆满的人性发展，在使世界各方面的发展都能够趋向人性化。最重要的，它带动世界文明和康庄和平大道，是以世界和平之道在文化。这是本人所持的第一个理由。研究发现，人类的重大分歧和冲突主要根源在文化。当今这个世界最普遍、重要而危险的冲突，看中名贵最重现，花轮雄钻点太平，天地万物大有见，有心修心头无其实，它不在社会阶级，也不在贫富，而是在不同文化实体中族群间的冲突。换句话说，文化差异它会加深社会的裂痕和冲突。当今21世纪，文化文明的冲突将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因此，不同文化的交流对谈，不同文明的相互支援，将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期待，是以世界和平之道在文化。这是本人所持的第二点理由。研究发现，文化同质性将助长合作和凝聚力，文化同质性将塑造区域和平。区域和平它是世界和平的基础，比如今日以经济为主的欧盟，即以儒家文化为主的大中华共荣圈，它是属区域和平。海峡两岸同祖同宗，发展的是共同的中华文化。维新宗宗主混元禅师在2003年即明白开示，台湾文化
源自中华。中华文化60年前由唐山过台湾，在台湾生根茁壮成长，如今云梦山八卦城落成，中华文化将由台湾过唐山，云梦山八卦城将成为中华文化大熔炉。中华文化大熔炉由鬼谷文化来点燃，今两岸在此共同举办鬼谷文化发展世界和平高层论坛，其历史意义当是非常的深远。祈愿两岸中华三族儿女心手相连，共转和平大法轮。2009年9月5日，国际听奥开幕式隆重在中华民国台湾台北举行，它的主题是这是一块美丽的土地，用心什么都成，你就是力量。当我们看到近百国家数千听障选手聚集在同一个运动场上，没有声音，只有奋力，只有微笑，它启示什么？它启示凡事不用多说，只求多做，善用微笑化解冤仇，学习尊重。尊重什么？尊重每一份生命的成长和每一份的努力。人人如此，相信世界会和平，天下会太平。是以世界和平之道在文化，祈愿我们大家一起共同的来思考与推广。接下来论述鬼谷文化与中华文化发展。本研究发现，中华文化它是和平善性文化。中华文化发展有黄帝时代起始，距今5000年，若往前追溯到伏羲时代，则距今7800年，若往前再追溯到隋人时代，则距今1.47万年。中华文化发展由隋人、伏羲、黄帝起始，历经唐尧、虞舜、夏商周，自孔子及其大臣垂诸永恒，形成道统。道统者，法统之所本；道统者，万事之所系；道统者，它是属文化的历史精神，具和而不离、续而不绝的特性。和而不离者，即文化整合；续而不绝者，即道贯古今。中华文化道统以儒家哲学为主流，儒家哲学源自《易经》，《易经》是中国哲学思考总源头，中华文化精髓在《易经》。《易经》它广大西北，含天道、地道、人道，论述的是天地人三才一贯之道，视为和平文化，视为和平之道。维新宗宗主混元禅师曾开示，易经是世界和平的原动力，易道是世界和平之道。本研究发现，鬼谷文化根源于易经，易经中的阴阳百合是鬼谷文化的核心。前台湾大学文学院院长黄院长黄启芳教授，精研中华文化，精研鬼谷文化，博学多闻，是一位十分令人敬重的长者，经应维新宗之邀参与本论坛主论。2003年，黄院长在为着著《21世纪中华文化大熔炉》一书作序时，即以纵横捭阖，以发扬中华文化为主题，肯定了鬼谷文化
在中华文化发展中的地位。黄院长说，鬼谷先生虽被认为是纵横家的鼻祖，自己则是一位真正专心修道的人，所以能够得到后人的尊崇。又说，鬼谷子百合之说，既是易经的神髓，又与老子学说的精微处相通。儒道两家思想是中华文化的主干，鬼谷子百合说的精神又与儒道互融，因此如果说鬼谷子思想是中华文化大熔炉中之一环，自不为过。该文最后又说，鬼谷子一书的思想与理论与实践，其最高境界是化成天下，也就是生生不息的发展文化。看中明辉最重现，花轮雄钻天台边，天地万物大有见，有心修心头无力。世乱如此，道德日趋沦丧，唯有借纵横捭阖之术，以求力挽狂澜，则中华文化的发扬实有难言。黄院长的这一席话，在启示鬼谷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中重要的一环，世界欲和平，鬼谷文化要发扬。维新中宗主混元禅师开示，鬼谷文化是鬼谷子智慧的示现，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含24亿4600句。具体的说，鬼谷文化它管含易经、风水、兵学、游学、说服沟通、领导权变、人际关系互动、救世济民及个人修心养性，视为群书治要之学，视为和平文化，视为和平学。本研究发现，鬼谷文化它返本开心，以延续中华文化慧命。溥仪禅机是鬼谷文化的核心，鬼谷子一书是21世纪的文化经典。本人速度以心理学角度深入研究鬼谷子一书，研究发现鬼谷子一书它是一部非常实用的现代社会心理学，非常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研究与推广。本人从事社会心理学之教学研究30余年，社会心理学它是一门结合心理学和社会学，以人际关系层面为研究主题的科学，包括人际知觉、人际互动、人际行为、团体与组织、领导权变、态度与态度改变，并论述社会心理学与健康、社会心理学与环境、社会心理学与政治法律等等。其中社会心理学与环境它包含人类的空间行为、环境压力、建筑设计等等之研究。当今维新中所大力弘扬的风水学是属这一领域。宗主混元禅师一再的开示，风水学是环境心理学，风水学是环境保护学，因此维新中易经大学除开设易经大学除开设易经风水学相关课程之外，另开设有当今台湾各大学通识课程当中最为重视的服务学习课程，包括爱心团、易经风水服务专案、万家工厂万家村计划。其中爱心团、易经风水服务专案自1999年921大地震起始，至今未曾中断。万家工厂万家村计划则自今年度开始，服务地区遍布全球，受惠人众不计其数，贡献极大。接下来
论述本研究的重心部分，鬼谷文化法脉的追根溯源与世界和平发展。维新宗宗主混元禅师一再的开示，世界欲和平要追根溯源，是以本人的追根溯源研究工作，在混元师父的指导下，至2005年起始，先追根溯源伏羲文化，再追根溯源中华三祖文明，再追根溯源古昆仑文明。基于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及生命永恒性，追根溯源有其时代意义。追根溯源的时代意义在启迪历史意识的觉醒，在厚植优质的生命价值，在深耕人文精神教育，最重要的在使我们的下一代都能够成为有本有源、时间感深重、责任感坚强的时代青年，并期盼他们能够由衷体悟到自己个人的生命其实是与民主文化生命共其慧命，更与社会群体互有荣枯，它是鬼谷文化中论述关系和谐与平衡的精神所在，也是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核心。研究发现，维新中承传鬼谷文化，例行追根溯源之时，分四大方向行之：一曰文化工程，二曰文化研究，三曰宗教文化，四曰学术文化交流。详细内容请参阅本文。接下来论述本研究鬼谷文化法脉追根溯源与世界和平发展的研究发现：一、鬼谷文化承传周易文化、中华三祖文明、伏羲文化及古昆仑文明。鬼谷文化它返本开心，在云梦山开花结果，演绎、用意、转意、弘意，以独树一格的普义禅机纵横学说，弘扬中华文化道统。它结束了春秋战国500余年的战乱与失序，使中华民族迈向大一统，使中华大地恢复了生机，最重要的使中华文化法脉绵延不绝，贡献极大。二，本研究发现，中华三祖文明、古今昆仑文明是鬼谷文化的本源。Yeah.